如果我们今天不站出来对这样的事情表达关切、表达抗议，下一个被带走的人就会是我们，以任何的理由、任何的理由被带走。那个叫协助就医吗？瑶瑶哥说他不要，结果警员就把他绑在床上、担架上，送进救护车里面带走。不管同学喜欢他，或者是不喜欢瑶瑶哥，都不能否认他其实就是我们校园当中的一份子。可是他最多也就是一个需要得到协助的人，而不是一个应该被我们社会排除的怪物。丁先生呢，他其实在这一次的情况里面，他并没有符合所谓台北市卫生局使用的精神卫生法第32条的规定，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具体的伤害啊，或是有伤害之余这样子的状况。请不要将你们那一套中产阶级精英的形象套用在所有市民的身上，你们这样的做法只会像几十年以前纳粹所做的事情，像精神病人、像心智障碍者送往集中营，那是一模一样的处理。那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方面，我们都应该要去好好的去照顾，而不是这样子的去驱逐这些看起来也许不是跟我们主流社会相符合的人，就去驱逐他。产生这一连串的这个对精神病患的污名跟排除的起源，或许是这个让我们心痛的小灯泡的这个事件。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时间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事实上这个嫌犯的精神鉴定也都还没有完成。我以前的病人，我十多年前照顾的病人，他在脸书上找到我，现在他不是我的病人，他就说吴医师我很害怕。然后我就说，他说正在他看瑶瑶哥的网络新闻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打电话来关心他，说某某你好，我是卫生局的人，要来关心你，请问你现在住哪里啊？然后你的状况好不好啊？那我想说，大部分的人接到这种电话，一定想说这是诈骗吧？如果你是大部分的民众会觉得诈骗，可是对于你是一个担心，你是一个本来就很敏感，他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然后你接到这种电话，你会想说，瑶瑶哥被抓了，下一个是不是我的门就会被打开，我也会被带走，因为我也是精神病患。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复健的病人，他呢在上个两个礼拜前找到工作，工作也非常好。那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的老板告诉他说，我们很怕你会发病，你发病之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无缘无故就把他辞退。那或者是说这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话，我想大家更不愿意曝光，有就医记录的人更不愿意就是说曝光，然后能够稳定的就医，还有有这样子问题跟需要的朋友也不敢就医啊，留下记录了之后的话，一来他的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优先被关心的对象。这个瑶哥的这个事件呢，它凸显了整个精神卫生治理系统的一个失序。那当然我们现有政府是有法规在处理类似的可能是严重病人这部分，但是他怎么样叫严重严不严重，或是他实际上对整个社区是不是造成的威胁，他是必须要有更细致的更专业的来判断。就是说精神病患不进来，他不应该背负社会安全的不定时炸弹的污名，但是的确也有可能非常少数的病患他可能有一些因为症状的影响而有些危险性。可是如果他一旦有这种病情不稳定或是有暴力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切记绝对要谨慎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主要是一个病态的环境，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是一个结构性的暴力。我想我觉得政府这第一时间要做的并不是说去把那些游民啊通通都把他抓起来。政府必须要做的是要积极的倡议
而且要跟社会大众教育，精神病患其实不应该是社会安全的一个威胁者。那第二个是政府要做的，要积极补强整个社会照护的资源，包括多元的安置跟精神复健的机构。那而且必须要加强第一线面对病患的这些警校人员的专业的士能的教育。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必须要检视规划第一线社会工作人员啊、医疗卫生人员的劳动条件。2010年的这个汤姆熊的割喉案，好，到去年北投文化国小的这公众案割喉案，到现在没有一次大家只说把精神疾患、精神障碍者当作是犯罪的主要标的。这一次居然会出现这样的效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流媒体甚至在他们的社论跟评论里面直说，这么多的精神病患走在路上犹如移动的炸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居然是在一个这么有舆论影响力的评论里面去再度的污名。另外就是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的国家在第一时间不是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我们能够积极的往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去走，反而是不断的放任舆论、乡民的舆论不断的在散布这一些身手艺术的女孩的照片，不断的在引起恐慌。政府不要随便的滥用个资法，然后随便的去调取精神病患的资料，甚至善意的在例如这一次的王姓嫌犯的事件里面就擅自的去公开这样子的精神资料。我认为这个社会其实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误解和仇恨。那既然大家现在都在谈说我们要健全社会安全网这样的事情，那所谓的社会安全网，它一定是要在国家不违反滥用它的公权力、真正保护人民的状况之下，它才有可能真正达到预防犯罪，还有保障人权，或者是让所有不同的意见能够达到和解。一个悲剧的发生不应该引发更多的悲剧，那也不应该因为这一个悲剧的发生而成为剥夺人权、剥夺人身自由的理由跟借口。世界社会心理卫生组会跟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保护委员会，在这两年对于所谓精神病患的强制送医的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讨论。那国在这个上面的做法不一，但是基本上面的目标都会在于相关的，就是说条件越来越严。但是就是说看来就是说在台湾然后在台北市等等的，就是说做法刚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违反人权，也违反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错误的作为。在这个身障权利公约的第14条里面，其实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不可以随便的剥夺身心障碍者的自由，他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其实是跟我们一般所谓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正常人是一样的。那除了这边以外呢，他也提到说，政府是不应该就是随便的用说他是精神病友或是身心障碍的病友这样子的理由就随意的把他抓起来，那是必须要经过病友们的同意。然后从我们再回到我国法来说，好，我们从宪法第8条的人身自由权，还有大法官多号的释字，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所谓的人身自由权，它其实就是最基本的基本权，就是一切的权利都要在有人身自由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去实行的。所以其实政府在这边也不应该就是把精神病友就直接认定为说是潜在的高危险犯罪者，或者是他想要用预防犯罪啊，或是保护照顾这样子精神病友名义，就随便的未经过病友的同意之下就把病友这样子抓起来。那其实在昨天有很多位精神科医生在个人的脸书啊或是网络发言啊之类也好，其实在2007年的立法院公报里面，他当时也想要修正这个精神卫生法的时候，其实陈乔琪医生他当时就有在与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说，他认为大家应该还给精神科医生的是专业判断诊疗的权利，而不是说
大家误认为说，哎，今天拘束精神病友的自由啊，这件事情是精神科医师该做的。其实精神科医师多数，我相信在座的精神科医师应该都可以这样认同。其实他们多数还是认为说，只要影响到人身自由的部分，都还是要回归到法院的决定。